较喜欢水，郑爽。郑爽，因为他的性格就跟他名字一样嘛，就比较直爽。然后的话，Angelababy， 我个人觉得他是有点作。然后鹿晗，不太喜欢。Angelababy 哪里作？就是可能对他们也不是特别了解吧，很多人都这么说。郑爽，因为他腿长啊，腿长长得漂亮，清纯不做作，性格也很好。喜欢他长相，我喜欢他长相，喜欢他性格，喜欢他的身材。喜欢他的演技吗？喜欢。我觉得他的演技有待考量哎。啊，那你喜欢谁呢？也是郑爽，长得漂亮啊，性格也很好。那其他两位不好吗？ Angelababy 跟鹿晗。鹿晗呢？鹿晗一般般。那 Angelababy 呢？也一般般。郑爽漂亮，耿直，演技也挺好的，我觉得。郑爽吧，她性格比较就是，我觉得我们比较就是喜欢那种爽朗一点的。Angelababy 漂亮也挺喜欢的，但是吧，就综合来说更喜欢郑爽。然后鹿晗不是太喜欢，就不是不喜欢吧，就是帅挺帅，但是没有感觉是喜欢的类型啊。郑爽我都不喜欢。为什么喜欢郑爽呢？我不是很喜欢鹿晗跟 Angelababy。那喜欢郑爽哪里？对。喜欢郑爽哪里？因为只有郑爽可以选，这一点都不喜欢。为什么都不喜欢？我对他没有感觉。一个都没有吗？没有。郑爽吧，我觉得她看起来蛮乖巧的，就是长得挺有鹿茸园的那种长相吧。因为我也不是特别的那种粉明星，就是单从路人来看，我觉得她的长相比较符合我的审美一点。